嗯，持球，其实机会呢已经出来了，然后需要再调整一下，毕竟是刚开场，互相搭着肩膀，给予足够的尊重，足够尊重啊，站在对面，哎，这边是抢断球，直接造成了浮屠的犯规，阿联完全的空位好球，这球进了三分，嗯，终于进了，阿联是三中一，三中一，左防主撞人这边好球，好球效果。王尔达一往天上扔啊，空间漂亮，好球，这是打得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球。对，再说下篮板，到篮下佛图，漂亮，这是一个高级动作，这球没有问题。西兰队呢，身高比较矮，所以在退防当中比较快的。他整个夏天虽然说入选篮队，但是就是老队员嘛，而且确实这一段时间，就这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征战，随国家队征战，而且也包括联赛，确实很辛苦，很辛苦。那么整个的赛程也比较密集，有一定的能力，对，不是没能力。好球啊，再中！哎，阿联现在这个三分开了，对中国队是一个很好的信号。阿联稳一下。好球，连着俩三分球。这阿联正好又是主场作战，这三分真凶。后撤一步，再进一个，漂亮，第三个了啊！是七中三。传出来，这球犯规了。对，嗯。中国队这不是也换大韩尚？是，对，中国队这么强的那气，分边角，但机会并不好。阿联这顺了，是手顺了，顺了，没错，一顺百顺。对，而且呢，阿联提出来之后，等于给大韩留内线非常好的空间，做到内线，两人夹击，漂亮，左手好球啊，确实顺了。对，阵容相对都比较固定，对。但是由于阿联这休息这一段时间，没有那么多人真正就跟他形成一个呼应的配合。是，说话间阿联又一个长距离跳投。新西兰队请求暂停，给中国队尖叫一声。中国队有很多的机会，全部是交给这个领军人物焦恩。没错，那么这我觉得也是在中场需要调整的一个，可以算是问题吧。对。是一拍头，那么要一个掩护上来，嗯，横向转移球，阿联对佛图，嗯，球持球攻，好球，二加一，真是最稳，还是是，能力是超群的，对。来自中国的加油，中国队！还是给到阿联，是。后仰投射仍然稳啊！是逆境看阿联，可是没有打进，确实太可惜，太可惜了那球啊！那这边防守还算不错，五田注意时间。哎，这个球是有点故意，对，而且他们身高确实矮啊。给阿联，全部拉开后撤。真是有把握呀、啊！对，标志性的动作，太有把握了、而且提前一定得有预判，对，包括轮转换位必须积极，这就把阿联推到远离他的舒服的区域，一步过去造犯规，对，没问题。三十分了，在 Fiba 的比赛下面得三十分已经是很高的得分，还在累加，还在累加，三十一，陷入缠斗时间比较早，要注意球。阿联跟得比较紧，好球啊！要抓紧了。对，险些失误。现在感觉过前场都很困难。对，阿联，专心上呢就是在移动上更灵活。跳传，主席拿球，再给郭艾伦，漂亮，好球，好球。这球打的是够聪明。对。
这应该是新西兰队吃了个铁。是。对。这边对抗是很激烈。对。中国队二十号进入犯规。新西兰队零号。哦，这边韦布斯特有一个不友好的动作，那个技术犯规的球，我看一下是不是这么一个情况。还是面对双人包夹，还在往攻再进，真不容易，算是拼尽全力。是，但是你能看出这个表情啊，神态。确实挺无奈，无奈。九分的差距，最后是中国队在主场是比较遗憾的输掉这场比赛。